I'll shake.各位，应观众要求，我们这次蚁人呢去开这个大巴士啊，应该算是大卡车吧。OK， 我们这次呢要先开回家了，已经准备要下班了。然后我们这次的蚁人呢是要介绍他家的豪宅，好像在前面转角处吧。哎，等，还在前面啊。啊，到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了吗？右边这栋大楼啊，就是他家293号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先把这个大卡车停在左边的巷子里面好了。这里好像也不太好进去，不如我停在左边这里的房子骑楼下面好了。哎，勾到轮子了，好。看到没有，超小只的蚁人，这里可以啊，这不能过去。上次有试过了，好哦，他其实也是蚁人呢，也算是小土豪吧。他家里面还是有跑车，那台是 FMJ 吗？哦 ，Anyway。可以看到，哇！一靠近这个车库就打开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里面会有一台车在里面？它看起来像是卡住了。百思不得其解，它是怎么进去的？卡的死死的，看来我需要帮他一下。好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我把它拉出来。好啦，你自由啦，你可以走了。为什么硬要进来啊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还按喇叭 ？OK，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，里面是有这个餐桌，然后可以看进去的。然后这是我的工作间，车子都在这边维修。这个老兄还不走啊？是按喇叭是怎样？不管他，这怎么？我先把他开到另外一边去好了。不是要上这台车。各位老兄，我来帮你啦，帮你移下车啊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自己摔出去了。好了，我把你车子放在这里啊。也是我对你不好。人呢？人跑走了。好啊，那先带大家去看一下里面的装潢好了，先把门关起来。对，一进门呢就可以看到皮草，然后这是什么？高贵的椅子，然后这是烤箱吗？为什么放在门口？然后这边是我的小型厨房啊，有点简陋啊。有人帮我准备午餐上来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跳过去了？这里是到哪边？哦，这是我庭园，烤肉区域啊，小型的烤炉 ，OK， 然后还有小型的花盆，我用第一人称看一下，哇，好小哦，这个角度，我第一次用这么小的地方看啊，哦。可以爬上来，这里有些酒，一些酒瓶。OK， 然后哇哦，超赞！我发现这门出不去，谁把它反锁了？哇，好小哦。然后这边是我的餐桌啊，刚才有看到，这边边吃东西还可以边欣赏我的车子啊。这是什么？灯吗？探照灯之类的。哇，这个角度我第一次这样子往上看，东西真的好精致啊！啊，桌上都没有东西。酷啊！这样子爬上去会怎么样？好快哦！
然后这里是我的那个浴室，我这边洗澡的澡盆可以看到外面的篮球场，然后这里是厕所，厕所，然后旁边这个是洗澡的地方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水在流啊，谁没有关好啊？哎，可以看到大门。如果没有穿衣服的话，有刚好有人进来就会被看光光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我的卧室啊，好大个衣橱，衣橱怎么感觉像石头做的？然后这个哦，桌上金银珠宝好多啊，哇，这车库哎，摔倒，我手变形了，再爬一次，我上不去哎。我自己的床上不去，哎，为什么下面有车门啊？哦，这车库门一直打开啦。啊，哇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多好多的金银手表，哎，我上去看一下，上去。哎，这有点难爬。哎，我上来。哇哇，有没有看到？金光闪闪的。啊，我家其实不大啦，就是这种小东西很多。OK， 大致上是这样子。我们先带各位去楼下观摩一下，去看看对面篮球场长什么样子。哦，我切换一下视角，这看不太到我自己在哪里了。哇哦，从车上看出去的话，这个车库门会自动打开啊，可以看到全部的车子。旁边还有欧斯洛。OK， 咱们就去这个篮球场吧，离这里不远啊。OK， 各位，那我因为不常打篮球啊，所以我们就这次就踢足球好了。咱们来丢一下足球。投进吗？哎呀，面包，再次，怎么都投不进？我再靠近一点，三分球，又碰到框了。哇，这过头了，是不是要往后面一点啊？一直碰到篮筐啊，后面一点看看，这样子面包了，喂。怎么又飞过头了？怎么蛮丢啊？喂，哎，差一点哎，真的可以进吗？丢，我以为至少会碰一下框或是篮板对不对？哇，怎么一直丢过头啦？行不行啊？这游戏？再一次二分线的，哦，把球收起来了，弹走了啦，球不见了，我就不信，太扯了吧，算了，不玩了，就不相信，最后一球，啊，算了，三分线。三分线再一次，高飞球啊！咻，好吧，放弃了，我们就直接开车出去晃晃好了。咱们就开这台银色的，还是啊，搬摩托车啊，看一下摩托车怎么骑的。哦，它会在轮子旁边啊，不是在上面啊。看到没有？它在下面的，这样好像不太合理啊。车子有点难控制啊。算了，我下车了，我们直接开车好了。我们换这台车。FNZ 威皮，他好像是在油门那边的哦。
原来是这样子欸，开车其实跟大型的人物差不多。下来看看，哇哇，好久没有出来踏青了，看一下这个草皮，哎，这棵树，哇，近距离看这棵树，还可以看到这个一点点的，那是什么？小草嘛，绿绿的。这垃圾，哇，谁乱丢垃圾啊？哎，这个老兄走过来了，好像巨人啊。哦，会不会压到我啊？我去看一看。这个老兄，嗯，快睡着了。哎，他开车开车开车，哇，摔倒了哇！哎，这老兄在看什么？戴个墨镜啊！哎，他被我吓跑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撞到一下，不要骂人吧你。走开啊你，走开！哎，不要踩到，不要踩到我！哎，把视角拉远一点，可以撞人哎！看什么看啊？看什么看？回不到人。哎，旁边有这个树，我来看看，看看第一人称长什么样子。哇哦！瞧瞧这棵树，近距离看长这样子的啦！哇哦！瞧这个贴图，哎呦，摔倒了！有一个食物的货车啊，上去看一看，给我下来！啊，给我老子开车去了！哇哦，这么小只其实也可以开车哎！那台车挡住了，哎，旁边那个是谁啊？是他太太还是谁啊？看起来像老头啊！看一下，是男的吗？等下为什么要讲话有女生的声音？可能他嘴巴没有动啊。抽一根烟啊，旁边那个太太在讲电话了。OK， 我们这支影片就要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